俄乌冲突爆发后，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组建国际战队，美国、英国、波兰、瑞典等西方国家的志愿兵加入其中。三月十四日，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披露，至少有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七名外国雇佣兵前往乌克兰为基辅作战，其中约五千九百六十二人已确认死亡。其中，在乌作战的波兰籍雇佣兵人数最多，达到两千九百六十人。 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约一千四百九十七人在行动中身亡。乌克兰有外籍雇佣兵，那么俄罗斯有外籍雇佣兵吗？答案是肯定的。十六日，乌克兰电视台发布视频，画面显示有多名被乌俘虏的俄军战俘现身在基辅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从这些战俘的外表来看，明显不是斯拉夫人，而是来自于全球南方国家。据乌方披露。 这些战俘的国籍分别是尼泊尔、古巴、塞拉里昂、索马里。除了这些国家，之前有七名加入俄军的印度籍士兵发布视频，呼吁印度总理莫迪救援他们回家。他们在俄罗斯旅游，是被导游骗到了俄罗斯，然后被迫加入了俄军参战。据乌电视台发布的视频，这些战俘与印度籍士兵一样，控诉自己是被高薪工作骗到俄罗斯的，原以为每月能拿到不少薪资。 结果到手的钱并不多。此外，这些战俘还指责俄军将他们部署到了危险的战斗区域。原本俄方的宣传是承诺应聘者不会被部署到前线，而是在大后方工作，面临的人身危险很小。但当与俄军签署协议后，这些战俘才发现根本不是说的那样。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俄总统普京曾签署法令，简化签订兵役合同的外国人获得俄罗斯国籍的程序。 到了十一月，普京再次签署法令，允许拥有其他公民身份的俄罗斯人征召入伍。根据普京的最新法令，双重公民应征入伍者可以担任士兵、水手、中士和小军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在试图吸引外籍公民加入自家军队，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本国士兵伤亡。一些人受高薪诱惑，动起了前往俄罗斯或乌克兰加入雇佣兵军团的念头。 可到了战场才发现，一切与自己想的并不一样。战争是十分残酷的，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了炮灰，有没有人收尸都是一个问题，更别幻想着会拿到高薪改善自己的生活了。俄乌冲突爆发后，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曾警告本国公民不得前往乌克兰作战，违反者将会面临处罚。 与此同时，前往俄罗斯作战的外籍雇佣兵的一些国家曾要求俄罗斯遣返参与作战的本国公民。去年十二月五日，尼泊尔政府要求莫斯科方面不要招募其公民加入俄罗斯军队，并立即将任何在那里服役的尼泊尔士兵送回国。战争不是儿戏，俄乌两兄弟干仗，无论给的利益有多大，其他国家的人最好不要冒险去当雇佣兵。 否则，不仅所有的幻想会在残酷的战争面前灰飞烟灭，自身也面临着沦为炮灰的结局。